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港局盘。这把游戏我们玩一玩克隆模式，结果没想到被套路了。有谁能破解这个套路吗？我是被制裁的服服帖帖的，完全没有一丝脾气。开局先办下奶酪。小宁宁貌似在酝酿他的大招，这么久都还没出现。又来了。继续推，继续推。然后是厨房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来抓人。喂，你们猜这小宁宁是在干嘛？哇，真相就此揭秘，他在用盒子布置最后一个老鼠洞。看到这里我是懵了呀，这样怎么玩？再猜一个烟雾先。这小宁宁把自己都锤自闭了。不过我们貌似没办法推奶酪了呀，炸弹也炸不开。先多放点仙草。再跟队友去推一下盒子。我还不锤死了，这个套路也太狠了吧。起身了，继续推，又倒地了，并且队友也拿来的炸药，但是根本擦不掉啊。 Oh no！ 抓住队友给我救下了，但是貌似并没有什么用啊。队友被绑上火箭住，小配盒子又给我砸死了，并且因为刷的是一样的道具，貌似没有回血的呀。队友被绑上火箭。最后在这磨了5分钟后，我们彻底绝望了，这根本没法玩。好不容易推开了吧，小宁宁直接拿着在填上就是了。哇，那么你们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赶紧评论告诉我吧。